十岁男仔用300粒幸运星照住 Jason。除了要真相，香港人仲有无数的祝福要送给梁仲学 Jason。希望他们不要放弃，不要灰心，因为有今天有很多 的香港人在这两三天在不同的聚会、不同的方式来支持你们的。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加油和打气的。希望新年到长区的早啲都请我一条黄色的线等紧佢。Jason 梗系要起身啦，大佬你唔起身你真系，哇你妈咪真系好惨咯。Jason 一定要起身咯，即系我哋就真系日日都即系保佑佢起身咯，因为佢唔起身，我哋全香港人嘅喊得仲凄凉咯。小市民唔似高官可以入到病房探 Jason， 但系每日都仲有人嚟到门口放低佢哋嘅祝福。今日嚟准备将呢个我接嘅幸运星，俾阿仲学哥哥，希望佢早啲醒翻，而且我都想，梁姨姨可以继续坚持落去。Jason 做完感脑内压手术已经3日，退咗烧，细菌感染情况有好转，但系为咗俾脑部全面休息，医生继续用麻醉药令到佢深度昏迷。Jason 在李国宝中学教旧同学联络紧其他嘅旧生，一起录打气声带播俾 Jason 听，希望佢可以苏醒。